我爱你，叫你别说嘛，肉麻肉麻肉麻，超肉麻！江东柱，我看市长他好像察觉到什么了。所以呢？吵架吧，我跟你真的合不来。最近只要一见面就吵个没完没了，那是为了掩饰他们是情侣的事实。会长的状况比之前预估的还要更糟，是肺癌末期。既然事情变成这样，接受推举担任下届的理事长，你认为如何？每周六日晚间八点，《浪漫医生金师傅》。